好，共业中里面就某一个区域来讲有共同感受的啊一样的事件啊，那么不共业就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啊，所以这个不共业底下也有不共业里面的共业，比如说每一个人都不共业，可是每个人都有眼睛啊，啊，每个眼睛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不共业里面也有啊共同的业，不共业就是别业了，别业里面也有共业，大家都有眼睛啊，啊，对的，别业里面也有共业呀、啊。对不对？大家通通共同有眼睛啊，别业里面就有别业呀、啊，啊，你们的眼睛跟我的眼睛都不一样，所以共业里面的共业就是大家都生长在地球，共业里面的别业，我是亚洲人，他是美洲人，他是澳大利亚的人，共业里面的别业不一样，别业里面有共业，那么就是别业里面每个人都不同，叫别业。但是大家都有眼睛啊，别业里面有别业，每个人眼睛都不一样啊，有的人眼睛迷死人了啊，有的人眼睛看不到，你业报又不一样，所以在这诸位啊，虽然同样是人类，却有高跟矮、胖瘦、富贵贫穷、长寿短命这个果报，这就叫做不共业，不共业。所以在座诸位啊，华严经的后面有讲，修习佛道的人，修习佛道福报决定一切，因此佛劝导我们要多修福，多修慧，多结好的因缘，纵然没有缘也不可以结恶缘，所以这种业感缘起在早期的佛教阿含经来说，至少对啊，至少解释了一部分人生宇宙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比外道的讲的更合理，自己造业什么因果，自己的业感就会缘起什么因果，你逃不掉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早期佛教所讲的一切法无我，那一切法无我谁在轮回啊，你总要有一个主体性啊，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是什么东西让它连接起来啊？所以就谈到一个啊轮回的主体性，就是第八意识。如果没有第八意识，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轮回的衔接点，是吧？轮回的衔接啊，只要过去就叫今生今世，过去的因，今生今世是果。今生今世果再继续造因变成来世的果，所以一切法既然空无自性无我，那谁在轮回呢？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第八意识俗称灵魂来承载这个看不到的业力、业果、业事、业种，不是业种会那个业种，业力种子，就是业种啊。所以那么今生所造的业就存在呀，不会消失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无应身消失以后啊，如何连接到下一辈子，让下一辈子来受果报，善因善报，恶因恶报。对很多人来讲，他们不会了解说一切法无我，而又业力不失，一切法无我就没有轮回啊，谁在轮回呢？对不对啊？可是又能够业力不失，所以业力不失就是一定要讲到第八识，有种子跟习气，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而这个种子有无量义起来存在的，还有新熏的心，旧新旧的心，熏习的心，从无量劫来存在的种子跟习气，加上这一辈子新熏习的习气跟种子，这样有第八意识就可以解释业力的因果不会失去的道理啊。所以
业事啊，就是造业都离不开意识。当我们修学佛道，修学什么？就是不住着分别我法二执，也不住着俱生我法二执，这个人就叫做修行。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去断这个分别我法二执，或者是俱生我法二执，师父还劝劝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快的办法，就是念佛。心许念佛有三个：一，如果你根气觉得不够，一，不要离开圣善之事；二，不要离开一个好的团体，良师益友；第三，你看多少解多少算多少，但是最后一个最重要，时时刻刻信愿行，深信切愿念佛，一直信息这个种子，一直信息这个种子，一直想深信切愿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那就用这个方法，肯定万无一失。既然唯识学叫我们熏习熏习，那用这个就是最快的。所以大乘佛教熏习兴起以后，一直讲共不堂间，共不堂间，就是又讲到种子跟熏习，有种子跟熏习储存起来叫共不堂间呢、啊，对不对？要不然你看看，我们如果讲到前六世，对，念佛念佛，那死了以后放哪里啊？死了以后前六世都没有啊。所以大乘佛法，哎，就是讲功不唐捐。你今天你来熏习的，一定功不唐捐，因为你下的啊种子，熏习了如来的正法，从唯识学来讲，这不得了的，八世田中。所以唯识学，记住，这里有两大支派，唯识学是从熟地下手。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解释的清清楚楚。中观是从真谛下手，叫做诸法空无自性。诸法空无自性，所以你的生命是流动的，不能离开唯识学。你的生命是刹那之间，彻悟等如虚空的，就不能离开中通。中就是中观的意思，彻悟心性。中观的意思就是真谛一切法不立，万法空无自性，回归到唯心限量的境界。可是你要说呀、啊，要说法要建立。所以真正做一个法师要两种通，中通还有说通。中通了解禅宗大彻大悟心性的境界，如来的心是什么啊？说通要通达三藏，所以唯识学是说通，从熟地上来建立阿赖耶识，就是第八意识，它才有轮回的主体，它才能够功不唐捐，蕴藏着种种的善恶种子啊，才能够的、讲我们这辈子熏习如来的正法，善根深厚，这个种子一种下去。金刚的种子种下去，生生世世又碰到了佛法，又碰到了善知识，又继续修行。所以有了阿赖耶、有了阿赖耶虽然是妄、但是就接近真如，接近真如啊。所以由小圣的业感缘起，没有办法去贯通生命的连接点，因此继续发展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就是因为小圣讲前六世没有办法圆满的解释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办法解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连接点在哪里？你说讲轮回要有什么来承担轮回的主体性，这就发展阿赖耶缘起论的思想。所以我们接下来又讲到阿赖耶，这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的缘起论是众生很深层的心
叫做第八意识，又叫做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不仅凡夫不能知晓，二圣人也不会信受。所以二圣人你跟他讲前六世，他能听得通，听得懂，又讲得通，又讲到阿赖耶识，茫然。阿赖耶识为佛以登地的大菩萨才能明了，他不同于显现以外的六根啊，攀岩于六境啊，引发这个妄心，这个容易观察觉察。第八意识阿赖也是不一样啊，他是含藏自己所造的善恶业，那个是种子。种子在这诸位一定要记得，种子就是习气，习气就是种子，这两种东西是同一种东西。那么由于第八意识可以蕴藏这个种子习气，历久不失，历久不失。注意，遇缘就发起现行，要遇到这个缘呢。啊，比如说你十辈子以前杀那个人，那杀那个人这辈子没有来转世，这辈子还没有遭受到果报，而下辈子那个人也投胎被你杀死了，你下辈子也投胎，那个人也投胎，这辈子你就逃不掉的，这辈子你就逃不掉的，这个死劫你很难逃的。华严经讲假使百千劫啊，所造业不亡，死亡的亡，因缘会遇死，因缘碰到了，果报还自受。你看看，注意听哦，这个种子习气多可怕呀！假使百千劫啊，所造业不亡啊，因缘会遇死啊，果报还自受啊。在座诸位啊，所以你萌发这个恶念的时候，千万要立刻除掉，千万不能碰。你宁可忍辱，迈向佛道，也不要不忍而继续造业。在座诸位，你要观想伤害你的是你的善知识，失败就是生命转个弯，挫折啊，就是我们英雄的一个勋章，没什么不得了的。所以如果你会转动，从现在起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因为种子会放下去，你杀人放火，那逃不掉的。所以忍还是要忍耐，而实在忍不过来，财产被骗了，或者是被欺负到实在不行，最多用法律解决，合法的法律解决。那有的人告诉我说，师父法律也没有用啊，明明是他伤害我，可是我提不出证据啊，世间确实我真的被冤枉啊，啊，我没有办法，他逍遥法外啊，没有办法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说你放心，还有因果，他欠你的钱下辈子会还的。那师父，那我放不下。我说你要放下，对不对？算命不如认命啊，哎，要忍啊，是不是啊？知足不如看开一点呢，啊，忍呢，那不然怎么办？法律又拿他没办法。你明明知道你对的，又提不出证据，法律也告不过他，那就忍，认命，等姻缘。那师父，那我等不了姻缘怎么办？我说，那难道你去跳楼啊？需要这样子吗？为什么不观想他是你的善知识呢？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那种大圣人提婆达多每天都要害他，何况你是凡夫，对不对？你要想啊，那少许的钱没关系，我还有个健康的身体。注意哦，所以你学佛的人碰到这个可怕的缘起，会落入种子跟习气，你就一定要遏止，一定要断除那种分别的我法二执，俱生的我法二执，五蕴
次受想行识，只要会造业的通通要放下，一切善恶的种子才会消亡。简单讲叫做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当作还债想。那么这个阿赖也是能够含藏一切善恶种子不失，所以众生所造的业不会消失，在死了跟生这个轮回之间它才不会消失。我们凭借着什么来投胎？凭借着业力，凭借着种子跟习气。在这里你不相信那种子习气是很明显的吗？很简单，如果你是老师，很简单，小学一二年级你就发下去一张图画纸，发现你什么都不要讲，你就告诉那个小朋友，你把会的画下来。我告诉你，像我上辈子没画过画的，拿起来不晓得要画什么。上辈子如果说画画的那个小朋友，你一拿起来就什么都画得很厉害。哎，很简单。还有的人小学三年级发下去数学来多少算下去，有的人一百分，有的人零分。你不相信有上辈子吗？但是是不是说依靠上辈子就解决？不，要后天的努力。有一个人啊，法师啊，赞叹我说，慧灵法师你实在是一个神才。我说我接受你的赞叹，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的人生观跟科学家是一样的，这99%的努力，我不认为我是神才。你的赞叹我接受，我认为有术士有点善根，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努力，是很有骨气的男孩，所以我非常的精进啊。所以在这个死生之间的轮回消失，诸位考试卷发下去马上就显露出来。在这诸位，上辈子是中文系的，考试卷发下去的，他数学没兴趣，零分，国文100，真的这种没有办法的，很厉害的，这种讯息的力道是很强的，对不对？前世得闻如来的正法，护持如来的正法，对不对？再远他都会开车来听经闻法。如果跟正法没有缘的，公开客气的对面，对面也不会来。你就知道啊，那么近他也不会来。你就知道这个可以证明术士那种金刚种子护持正法的心，再远他就会有缘起，愿力会制造缘起的，有愿必成。所以每一个人各着随着自己的造业去感受业报，而有了众生的这个正报跟义报，还有共业所感的气世间，还有不共业的无应身，这个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要分本有的，本有的无量一劫心起啊，心起蕴藏在无形中，第八意识叫做本有。后天六根攀岩六层啊，用前七世去对外境啊，分别跟执着又搬回来心许。所以本有是指阿赖耶识啊，与生俱来产生人生宇宙认知度的功能。经典就说啊，我们的第八意识当艺术果报成熟的时候，它就是内变根生，外变气界，所以根生气界种子是阿赖耶识的相分。讲到相分就是妄。如果它不妄动，就没有能所的见相二分。
见分、攀缘、相分就显露种种的境界啊。所以我们的无明业相就是相分，因为妄动能就是见分，能所不断就显露种种的境界出来，所以内变根生，外变气界，这个种子就是这样变的。新兴的就是本有的种子啊，那么就是造了善恶业欣喜，随着善恶业而增长它的功能，本有心心互相结合，辗转相生，所以业报不失，业报不失。所以圣人呢，觉得众生很辛苦的事，凡夫不觉得啊。凡夫为什么去那边啊？业力使之然也，习气使之然也。啊，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圣人看没事，两个人起冲突，圣人保持沉默，保持微笑。凡夫不一样，他那个骂人的什么恶口都出来，而且是觉得自己对。所以只要是众生，都是业力种子习气而来的，因此夫妻之间要包容一下。因为啊，夫妻老公因为有妄想业力习气来，老婆因为有妄想业力习气来的啊，妄想加妄想还是妄想。所以要一个圆满的家庭，因为两个都不是圣人，所以啊，夫妻之间不是你要改变他，而是说你能不能包容他。你要改变他，你死定了。他那么重大的业力习气，你怎么改变他？争吵不休，你想改变你老婆，你老婆想改变老公，这辈子有的吵，决定有的吵，就吵到死。老公想改变老婆，老婆想搞改变老公，那有的吵，要吵到死都不能解决问题。要老公包容老婆的缺点，老婆包容老公的缺点，这个才能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阿赖耶缘起的理论，阿赖耶缘起的理论就可以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也能了解善恶因果不失的道理，也让人家觉得自造业自受果报，也让每一个人知道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气二口他都不敢出来，因为攸关于众生的法身慧命嘛。这个人明明要来信佛了，你把他讲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来了。这个因果谁负责？当然你负责，还是我负责？是不是？所以要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走入正法，要赞叹佛，赞叹法，要赞叹身，这个在你八十天中落入了随喜赞叹的种子，将来你也能成佛。在座诸位，伤害别人，自己一定不会得到正面的能量，一定不会受到很大的委屈，宁可忍辱，也不造恶业，也不报复，也不报仇，真的没办法就寻法律途径啊。所以成就佛道三大要件：一，不离圣善之事；二，要有好的环境，好的同参道友；三，自己要有自觉圣智，简单讲就是要有骨气，就是要有骨气。但是这个阿赖也是还是有个问题，还是有个问题，阿赖也是虚妄的，它维系的生灭闪动在真如表面上，虽然是闪动在真如的表面上，就是维系的细浪，这是浪就是水，并不能离开当下，所以阿赖也是虚妄的啊。就像玄奘大师里面八十归集颂讲的，金刚道后亦属空，亦属果报，八世田中的种子会因为变异而熟，会因为变异
异类而守啊，会因为异时而守，异时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异类而守，上辈子是人，这辈子也许做畜生，这辈子做畜生，下辈子也许升天，是吧？会转来转去的，异类而守，看你造什么恶因或者什么善因，但是呢，到成佛的金刚道，异俗果报就空啊，这些转化成异类而守，异时而守啊，变异而守就停止，因为生灭不在，就转成不生不灭的金刚真如般若智慧，证得法身不生不灭。当菩萨由十地进入这个等觉，入如来地以后，阿赖耶识的异俗种子，也就是一切的善恶果报完全消失。有的人讲说，师父，佛陀受果报吗？佛陀如果不受果报啊，为什么佛陀有九种的报应啊？以前讲过呀，被毁谤啊，怎么样？我说啊，在大智论里面讲的，佛陀受的果报叫做如刀割水啊，如风吹光啊，了无痕迹。佛陀示现这个无蕴身，这个无蕴身啊，也示现种种的果报恶报来警告众生呢。但是对佛陀那种证得金刚道的圣人来讲，就是演一出戏给你看呢、啊，他有报跟没报是一样的。佛从来不起嗔恨心的，果报这样子忍一忍过了，等于有等于有报，等于没有，如刀割水啊，如风吹光，了无痕迹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要了解，阿赖耶识就是真如妄动，真妄合合啊。那么阿赖耶识的相用也不存在了，妄已经转成不生不灭了，有妄才有意识果报啊啊。那么佛陀呢是示现的，是愿力来的，作为凡夫是业力来，圣人是愿力来的，愿力来的。所以阿赖耶识的相用已经没有了，失其相用，阿赖耶识就不再叫做阿赖耶识。在这诸位，阿含经讲的，因为不是讲的很明显，它叫做细事。而这个法在印度的祖师啊，传到了无着菩萨世亲，把它发扬光大，一切事地论、四大圣的论，到啊，到这个玄奘大师啊，再把它翻译出来，我也是二十颂、三十颂也好，到最后八十归几颂，哎，佛陀在世讲得很隐晦，不明显，由印度的祖师把它讲得更详细。第八意识阿赖耶识来到中国，又把它发扬光大，解释得更清楚。阿赖耶识跟真如非一非异啊，真如不可破坏，阿赖耶识可以破坏。真如无始无终，阿赖耶识是无始有终，它可以破坏，它可以断掉的，无明是可以断掉的啊，无始以来的污名断掉以后就变成真如，所以真如它无始无终，阿赖耶识这个污名是无始，但是它有终。哎，果报佛陀的果报身啊，显露出来的啊，这个庄严身就是报身，它是有始，它是无终的。对，要好好的稍微了解一下啊。讲到这个真如或者法身，它指的是无始无终。讲到这个无明，它是无始，它有终的。讲到这个庄严的果报身是有始的，如来有无量的庄严果报身啊，但是它是无终的，要度大菩萨用的。可见这个阿赖耶识啊，它不是真实的，
它是生灭的，是有为的，也是不离缘起的，不是永恒的。所以它又如何能成为人生宇宙的缘起呢？既然是虚妄的，没有体性的，就不能变成人生宇宙的缘起。那它要依靠什么呢？又发展另外一套的体系，叫做真如缘起论。前面讲的业感缘起，讲到第六意识，没有办法贯通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一直讲到阿赖耶缘起，可以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可是阿赖耶还是妄啊，还是虚妄啊。阿赖耶即空无自性，空无自性怎么为人生宇宙所依靠呢？因为他空无自性，不能做依靠，就发展另一套体系，叫做真如缘起论。真如缘起论就叫做如来藏缘起啊。那我们来休息二十分，因为啊，这个有个段落不能停，所以有时候要看情形。有时候下一堂课本来我要送这个普贤恒验品的，是吧？所以你们那本大本的带来，是不是？又带回去啊，转药带来又带回去，没有关系啊。你带来啊，那么大一本在路上走，人家也觉得你很有气质。反正看不懂了，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啊，带来也很有气质的啊，带来也种一点善根啊。那因为我们这个不把它讲完是不行的，接下来还有真如缘起啊，对，还有法界缘起。好，大家辛苦一下。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阿赖缘起，那么阿赖缘起呢，阿赖耶本身就是虚妄的东西，虚妄的东西不能作为依靠，依靠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如缘起论的开始。那么真如缘起它的根本思想就是真心本如，不离缘起，这个就是一切法所产生的依靠。这不同于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是以妄心为缘起所依，可见阿赖耶是生灭的，阿赖耶是有为的，阿赖耶是缘起的，阿赖耶是空相空性的啊，这阿赖耶是造作的，不是不生不灭的。好，那么真如为什么能缘起一切法呢？因为真如依据大乘起信论讲的具足体相用，就是体大相大用大，体大等如虚空，相大无量的庄严，用大无量的般若妙之用，大智之用。所以真如这个体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是不生不灭，一切染法不相应的，叫做无染的智慧，但是又具足了无量智慧的功德啊，能出生一切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这个叫做如来藏，如来藏，这个就是真如之相。真如之相就是体大、相大、用大啊，离一切染着，出生一切无量智慧功德，能依一切事出世间法啊，达到解脱，也叫做如来藏，又叫做真如之相。所以真如它的作用可以展现在一切善法和一切世间的善法，出和出世间。所以成佛以后唯一以十一有善心所相应，就是佛陀的心只有善的，没有恶的。白话明门论里面 佛陀成道，他出来的心所完全的是一种善法，没有一个念头是恶的。所以任何的法都要源于真如，虽然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法化无边无尽的世界，但念念不离真如。注意哦，念念不离真如。所以如来的生命的体是流动的般若妙用，是极灭的真如体，又是流动
又当下就是真如，又是周真如，当下能起般若智慧妙用。当证得真如的时候，一切法莫非是真如。所以佛法讲的这个比世间法那高超的太多。柏拉图说，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也就是说众生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会过着一个痛苦不堪的生活。众生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又找不到一个依靠解脱之路，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众生只好过假象的日子啊。哎，我看那个电视的报道的，哎，北京很多人啊，二十几岁、二十八、三十九岁的姑娘、男众啊，都还没结婚。哎，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他爸爸妈妈就跑到公园里面去相亲，列出来了相亲，不是把人带去，儿子什么条件的，女儿什么条件的，要不紧急的把它撮合，因为大家现在都是高学历的，没有时间谈恋爱，没有时间谈恋爱。你没学佛，那就这样子嘛，是不是？哎，在大陆叫做搞对象，你要搞个对象啊。讲这个例子要做什么呢？因为众生他就是要这样过日子啊。端午节到了，吃吃粽子。啊，中秋节到了，吃吃中秋月饼。农历年到了，咱们都是过中国的农历年，行，团圆啊，对对，就是这样，大家全家聚一聚啊。啊，接下来呢，啊，每年都这样子啊。啊，这个世间成住坏空，你团圆有一天就不会团圆啊，有人会死啊，啊，有一天会离开啊。这结婚结婚天有一天志气不合就离婚了。所以柏拉图告诉我们，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世间如果没有碰到如来的正法，就是一直绑着，一直绑着，就绑到死。佛陀所说的不一样，佛陀说一切现象都是真如的道场，一切缘起就是菩萨的道场，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看世间跟出世间法就天壤之别。佛陀说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劳役，而佛陀告诉我们一切啊现象都是我们真如的道场，一切现象不坏缘起，缘起就是我们真如的道场。你看两种境界差多少。但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无明即跟真如混合在一起，以大圣起信论来讲叫做阿赖耶识啊。换句话说，真如是无始以来就存在，无明也是无始以来就存在，但是无明可以破坏，真如不可坏。无明是有终的，真如不可破坏，所以无明跟真如不一不异啊。为什么不一呢？啊，真如是觉啊，无明是不觉悟啊。啊，相用也有差别啊，无明无明用啊，妄用啊，妄相啊，妄用啊，着一妄相，着一妄用啊，真如真如妙相妙用啊，不一样啊，但是也不一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波浪跟水啊，无明亦依真如而有，比如说有波浪，当然就是有水才能起波浪嘛，无明亦依真如，但是无明又无体性，无明并没有另外一个体性，无明空无自性，可见无明是生灭的，是依他起的，是缘起的，是生灭的，可以破坏的。所以波浪亦以水，无明也亦以真如，非有并没有其他个别的体性，无明没有体性。现在转过来从真如的观点来看，无明不是实有的，无明是依真如而有妄动，这个妄动因为早已生灭，因为有妄念，所以变成有为，无体性可得。迷以真如本心，又现出无明的妄相啊！如果悟了真如，无明就亡，无明就亡，
所以人不可能真正的死亡，业力不灭，业力不灭就是无明不亡，业力不灭无明不亡怎么会死啊？人家说死了一了百了，错，死了继续投胎。所以佛为佛弟子千万不要去自杀，因为业力是生生世世的，如果有人要自杀也一定要阻止他，要阻止他啊！这个业造下去生生世世啊，八十天中又想去自杀，所以悟了无明是不可得的，真如显现无明就死亡啊！所以不是离开真如，另外有一种无明，所以叫做不异。讲它不异是因为真如是觉，无明是不觉，讲它是不异，无明依真如而有，所以也不能离开真如。所以因为众生不觉悟而迷真，迷真，所以真如跟无明混合而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啊，依真如体大相大用大而有如来藏。哎，所以阿赖耶识依真如相大，就变成两个，真如有体大相大用大，而无明没有啊。阿赖耶识依真如，所以它有生，有生灭，生灭也有功能，但是它是妄用，产生了妄相。但是呢，阿赖耶识虽然啊无体性，但是它不能离开真如。虽然真如是不生不灭，本质清净的，一切染法所不相应，但是因为迷真才起妄啊！啊，所以无明有因否？无明无因呢、啊？楞严经讲的，若有所因啊，何名为妄呢？因为妄动嘛。无明是怎么来？无明因为妄动而来了。若有所因，何名为妄呢？所以啊，迷真起妄就是阿赖耶识。那真如是从来不坏，亦不离缘起，不增也不减啊！因为迷真如而现出阿赖耶识啊！那阿赖耶识算是很维系的，所以生三系，叫做无明业相。无明业相就是懵懵懂懂哦，像灰色一样的，哎，就是无明业相，就指的是相分。妄动以后变成能见相，那么见相二分就显现境界相。我们这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是三系。那么这个六出呢，就是智相，智相就是分别心，简单讲一下。那么相续相就继续我法二执，连续俱生我法二执，分别我法二执相续相。接下来就执其相，就应了啊，硬是要执着这个境界，叫执其相啊。那么记名自相呢，起种种的名字，然后自己加以执着，而不知道说名字本身，名字相是不可得的。佛陀在楞严经讲了一句了不起的话啊，万佛万法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万法只能说一说而已，没有什么真实的义理。所以我们把名字当作是真实的。当你了解名字是虚妄，是人妄想安排下去的时候，这个世间就平，能够平心静静的、静气的跟人生活在一起啊。人家说你好也是名字，人家说你坏也是名字，好坏无助于心啊。那么如果记名之相，就离不开是非善恶，就要复因果了，就起业相。而起业相接下来就捆绑着叫做业系苦相，那么就苦不堪言了。这个根本无明就是所谓身相无明，又叫做维系无明。那么知末无明就是见识恶祸，叫做粗造无明。因此三系六出以后，这个缘起
就有了有情众生跟无情的气世间。所以这个世间怎么来的，我们说唯心所造，讲得更透彻的叫做唯心事所变现出来的。如果讲得更大家更容易听得懂的，叫做坚固执着的妄想意识所生出来的。这个地球本来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山河寿者相，也没有山河大地的，没有的。这怎么来的？因为缘起，而我们不知道它无体性而坚固的意识使之然也。啊，因为主观而认同了客观，而客观而影响了主观，这个能所不断的妄想，而且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在座诸位众生，你叫他放得下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有个男女谈恋爱，这男的要跟女的分手，男的觉得这个女孩子身上刺青，刺青不算是，也不就不一定是坏人呐、啊，刺青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艺术呗。可是这个男的就比较传统，很不喜欢啊。再来就看到那女生种种的缺点，要离开这个女的、啊，去闹兄弟出来，兄弟啊，要教训他，结果不小心打死了，把对方打死了。所以这个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可怕的恶业。如果今天这个女孩子有邪佛，那就很好了。拥有的东西不见得很好，失去的东西也不见得不好，对不对？说不定结婚以后这个男的你不适合了，是不是？有邪佛以后心境改变了，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也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不就解脱了吗？对不对？啊，无名加无名啊，这个家庭组合起来叫做大无名，就是吵架呗。还有什么事好做吗？就是吵。所以我们懂佛法跟不懂佛法，哦，这个生命观有天壤之别的，天壤之别的啊！当你改变了你的观念，你会从这个真如本性放射出来的。啊，这个风景怎么那么美啊，满山遍野还是美啊，啊，所有的枯枝落叶还是美啊，为什么？他在告诉你另外一种道理啊，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真理啊，落叶有落叶的真理，枯树有枯树的真理，百花盛开有百花盛开的真理。在一个悟道的人，没有一处不是空，没有一处不是真理。那就师父啊，那你弥陀寺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漂亮？很简单嘛，开悟见性，我一个人，可是问题是众生呢、啊，对不对？你一定要给他庄严的像，引起他内心里面的喜悦。嗯，弥陀寺真的很漂亮。嗯，来，下次要不要去？去。有咖啡？有。有超阿贵有，那对的啊，那我去好了，是不是？哎，有的人讲说啊，师傅啊，啊，你这个去弥陀寺，放个功德箱呗。我跟法身师法可是讲，人家二三十年在这里护持，我们不是站在钱的。你每次站在钱的时候，下次那些年岁大的，我经济不好，对不对？啊，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想去哦！我跟法师师讲，你要告诉大家，上人只希望大家好好的修行啊，供养不重要，不重要。啊、师父啊，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好啊？那游览车免费的要超贵啊，咖啡啊，那么好的冷气，我就是要让他起惭愧心呗。冷静想一想，你的连接点在哪里呀、啊？是以真如连接呢，还是以缘起的贪嗔痴连接呢？
还是跟感恩心连接呢？反正自己设想，我又不在乎这个东西 ，I don't care， 对不对？啊，只要众生的法喜充满，我们就很高兴。哎，所以这个人生啊，宇宙啊，哎，要了解，真如是觉悟的啊。如果啊，真如不觉悟，就迷于真如，随缘就变现那个有情的世间、无情的气世间，所有看到的都是你的牢狱，通通是你的假象啊。这个假象就是随缘变现出。妄缘出，妄现出假象，众生误认为它是真实。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众生是很可怜的，不一而足，不一而足。所以众生冷静想想看，拼了使命不放下执着，你又带走什么呢？有的人告诉我说，师父，外面的世界啊，不是你讲的这样子，没错，我也认同。但是你心中有的佛法，碰到的事情，你就坦然贯通，不会停滞在这个我法二执里面。所以要有大福报的人，才能得意如来的正法，得意如来的正法。就做什么，就是要彻底解决迷茫的人生宇宙的问题。找到了佛法，就找到了解决人生所迷茫的问题。你找到了佛法，就能解决宇宙的乱象、宇宙的万象这个迷茫的问题。但是这个要有很大的很大的福报。哎，有个基督徒的老公带他老婆来到这个地方啊，我说啊，请进啊。他说我那个老公啊没有用的，他是基督徒的，还没有进来就说那里面是魔啊，就说我们这里面通通是魔啊。啊，有这么伟大的魔吗？叫你行善超越开般若智慧，有这样的魔吗？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不听也不接触。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所有的佛弟子只要跨进文殊讲堂一步，无论是男女老幼、胖的瘦的、美的丑的，师父都如此的赞叹大家，因为你们解脱的日子快来临了。接下来啊，我们讲到华严思想，叫做法界缘起论。法界缘起论，那么真如只有我们个人修行达到了一定水平，特证到啊真心本如。但是呢，法界有重重无尽的法界，无尽的重重法界。对对，诸位，我们现在就我们能力所讲到的宇宙的这个宇宙观银河系来讲，他所讲的要泡泡理论啊，就是一个银河系里面有2000亿个恒星，2000亿啊，一个银河系里面有2000亿个银河，有2000亿个太阳系啊。好，宇宙当中所测出来好多好多的银河啊。在座诸位，这个跟你看到这个后面这个阿僧祇品啊，哇，那到最后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那怎么比呀？怎么比呀？没有办法比的。我们一个太阳系几乎就人类的能力几乎飞不出去了，除了用无人的这个啊飞行去测量到冥王星对，飞得好遥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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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没有人的能测出的，这还是太阳系里面呢啊，太阳系里面呢，对不对？我们这个太阳本，我们这个太阳系本来是两个太阳的，因为木星以前也是太阳，在成长的时候，因为被太阳所吸收，现在的太阳所吸收，重力强拉回去，
啊，那这个木星，那木星我们这个没有木星，地球早就毁灭了，因为它吸收所有的流动性的啊，彗星啊、流星啊、星球啊、碎片啊，通通撞击到木星，我们地球才能够保留到今天，才能够保留到今天呢、啊。对，木星是我们等于保护我们地球，等于母亲一样的。好了，人类到现在的科学就发明这样子，连那个火星都上不去。2050年沙特阿拉伯要移民30万人到哪里？到火星。2050年美国2025年要移民12个人，六个男的六个女的，正在计划要移民到火星，去的时候要签生死状，去就不回来的，12个，现在正在训练，2025年，啊，但是能不能实现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史蒂芬霍金就说了，不是我讲的，他是英国的啊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是继爱因斯坦后来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啊，他说呀，人类只剩下500年可以逃离这个地球，因为破坏的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他讲还是网络的谣言就不知道了。就像有的人呢、啊、会假借惠利法师说、啊，其实惠利法师就从来没说过那种话，而网络就会借重这些名人讲的话。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法界缘起，重重无尽的世界，但是这个虽然呢、啊，啊、真如虽然不解，而迷真起妄，但是真如在随缘当中，其实是不失去的，是不变的。真如的体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的。毕竟平等的，无有变异的，不可破坏的，所以叫做空如来藏。因此修行要扫荡所有的知见，不立知，不立见，不立一法，通通不立，一法不立，一相不立啊，连佛见都不能立，有见、无见、常见、断见都扫荡清净，明空如来藏，一切法不能染污它，所以只要去证悟它啊，就恢复了清净，无修无证，一切迷相不存在，就是我们所讲的无染的般若清净智慧，穿梭于六根六尘六识，无有障碍，所有的障碍来自一颗无明的心啊！如果你不学佛，你不开悟，永远见不到生命的真相；如果你不学佛，不开悟，永远见不到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所以一切啊，之所以迷，是因为他不了解真如本心是不迷的，而硬要把外面的境界当作是真的，所以一切迷相其实空无自性，不存在的。简单讲，无明无自性。但是注意哦，无明实相就是真相，就是真如。无明实相就是真相，就是真如，不离当下。一切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众生，一草一木，无非是真如。啊，那么进法界去空界，只要证得实相，只要证得真如，都回归到本来面目，清净心看山河大地，哪里都很漂亮。因此我们呢，要好好的去证悟，最后达到整个法界的圆觉，体悟了整个法界的缘起，
法界的缘起就是整个宇宙，法界的缘起也就是说一切的法都是从真如推广到法界，因为它是真心本如，要达到佛的境界叫做海印三昧，海印三昧看出来通通是一真。在这诸位啊，修行从分析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信住行向地，那是一直分析一直分析，这是开始从次第分析。如果达到佛，从佛的心看出来，就万法都是佛的真如本性，缘起法亦不可得，不坏缘起相，这一切法都是真如，而扩展到整个法界。诸位，真如就是缘起，缘起法就是真如，要不然真如是无相在哪里展现呢？诸位，缘起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缘起，你不要以为离开缘起法有真如，那怎么那真如怎么去展现呢？那么你离开这个设施还有真如吗？离开了真如又哪里有一切法呢？一切法毕竟空，就是真如，一个颗粒为尘，空相空性就是真如，一棵树空相空性就是真如，一座山空无自性空相空性还是真如啊，进法界都是如此。真如虽然是实体，一切法虽然是现象，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现象必须依真如体而有啊，要不然这现象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现象当下就是真如的实体啊，实体依现象而有，实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实体，所以当如来证悟以后，这个海印三昧一心真如的时候，万法都是一实相，都是一个实体，都是一真如，所以就是一真，一真叫做绝对真啊，无一法非真。所以进一步来说，一切万法虽然是依无明而有，而有缘起，但是无明它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无明之体当下就是真如，波浪当下就是水。所以你不可以离开妄想的人生而去找人生宇宙的真理，你找不到的，离开妄想就没有真理可得。我们所谓的离开妄想是指你不住着，不住着，所以万法其实都是真如的展示场。所以在这诸位，你展示出来看看呢，我们常常是去看着这个商展，诸位啊，我们现在来在文殊讲堂里面，你也展示一下你的真如，真的真如，无真无相无念无住，真的真如，展现真理的人非常有修养，讲话不伤人的。哎，商场展示商品来呀，你学佛弟子展示给我看看呢、啊。哎，要展现出来，要来到这个团体就展现我们的真如自性。虽然啊有所谓的心跟物的分别，虽然有有情跟无情的差别，但是都是以真如为体。为什么呢？无明无体嘛，当然必须以真如为体嘛。啊，所以彼此同一个无有差别，而差别的现象当体即空，就是平等的真如。在这诸位，学佛就是在学这个地方，哎，学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所有的美丑还是观念的问题，是非还是观念的问题，对错还是观念的问题，现象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人生只能拥有一半，只要论到现象界，你只能拥有 50-50
五十五十，有白天他就有晚上，那现象界就这样，有男就有女，有成功他就有失败，这个没有一样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会转换念头，那不得了，你拥有一百分。对啊，失败就是成功的 DNA。你会转换的话，今天的失败不气馁，为什么？这是成功之母吗？对，好的开始，这成功的第一步嘛。但是现在告诉你，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啊，对对，水深火热那种日子，如何有今天的成熟的现象啊？是不是？但是每一辈子都失败，那也不行啊。一辈子失败，那也不行啊。所以在这诸位哦，所有的现象，你能用平等心看待它，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圣人，就这么简单。因为你正着正路，好的、坏的都会随着时间消失，其性本空；美的、丑的也会化作一堆骨头。年轻、力壮的、老的，其实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当你看到了空无自性、无常的流动性的时候，记得一切法无所住。迷雾的人、迷惑的人，看来有种种的差别；大彻悟的人，看来啊，诸法无自性，万法并没有差别。体毕竟空寂，所以说心佛众生三如差别：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今天呢，一定要跟大家再借中一点点时间，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们在戒律里面讲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花为什么一个世界啊？啊，因为一花等同宇宙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自性啊。哎，一花就是自己一个啊宇宙的世界啊。为什么这一朵花等同宇宙的真理？会故空无自性故，一叶一如来。在这诸位，如来不是人呐、啊，如来是不增不减的意思，如来是不垢不净的意思，如来是无染的意思，如来是空相、空无自性的意思啊。所以如来等同真如，一叶一如来就是一叶空无自性等同真如的意思，叫做一叶一如来。有的人看这经典怎么看根本都一个叶子怎么是一尊佛呀、啊？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啊，佛是如来的具体化啊，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啊，不可以八十种好见如来。所以佛陀人是如来的具体化，让你知道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如来真正的思想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名为如来啊，无相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既然万法都是如来，万法都是空无自性，那么心就不自心了。意思就是主观也不会说我自己很主观呢、啊。主观啊，因为有客观，就是心不自心，主观不可以单独存在，因为必须借重外境的客观，必须借重外境的客观。物不自物，就是外境也客观，也不会说啊，我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是因为有妄想，主观的妄想性。所以主观是因为客观而有，客观的存在是因为有主观的意识形态，不二的意思。了解这层道理就好办了，心就是物，物就是心，主观就是客观，客观就是主观，是不二的意思，不能离开。所以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里面讲说，若能了知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心境不二，对吧？如果你可以彻悟心外没有境的，外境没有心，承认外境有什么用？境外无心呢、啊？啊，境界外也没有另外一种心，因为所有的心都依妄境而有，
心跟境空无自性是平等不二的，是一如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就是一心，一心就是一切。那对所有的万象差别就是平等的一心啊，平等的真如一心就是差别的万象，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挂碍啊。简单讲，平等当下就是千差万别的现象。禅宗里面有句话很重要的，若不强加分别，万法无咎啊！啊，问题在哪里？就是所以记得，你这辈子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在你内心深处的妄想、颠倒、执着。你的最大的敌人在你内心深处的妄想、颠倒跟执着，这是你一辈子最大的敌人。你不把敌人当敌人，当作真上眼，就解脱。若不强加分别，万法无咎，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境本来就空无自性嘛，境跟心是平等一如的吧。如果你不强加去分别，那还有什么不是真如呢？那永嘉禅啊，禅师正道歌说，一性圆通一切性啊，对，我们一个真如自性证得以后，说一切性就都是真如，一性圆通一切性啊，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法空无自性，对不对啊？遍含一切法，一切法当然空无自性啊。啊，一叶普现一切水，天下的一个月亮显现各个地方啊，脸盆脸盆有水，长江水、黄河有水，淡水河也有水，是不是啊？哪里都有水，只要水干净的都能显现月亮。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在一叶普现一切水啊，一叶普现一切的水，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们真如自性也是一样啊，空无自性，就这个万法收尽。这一切水月一月色，一切水中之月就一个真月色，我们真心空无自性啊，非无意义的真如，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呢叫做圣意无自性。所以一切水水月，一切水中的月就是一个真月，写色，色就是色受的色，一切水业一业色啊，诸佛法身入我性，那诸佛的法身啊，跟我之性平等不二。在这诸位，本性是无形象的，它不会重叠，它不会重叠，也不会有啊空间容纳不下的东西，哎，只有我相容纳不下。如果是佛的佛性，对不对？那就可什么都可以平等容下。所以诸佛法身入我性，平等不二，我性同共如来合，我的真如自性跟如来的法身是平等，是平等不二的。所以站在真如的角度，万法皆如，从此把它扩展到整个宇宙，无一法不是空无自性。好，再把它回归到简单一下，从业感缘起，我们了解正报、依报都是虚妄的，知道这些外境没有一样真实的。但是业感缘起只谈到前六世，没有办法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生命的一个主体轮回到底什么在轮回啊？因为小圣讲一切法无我，无我哪有什么轮回呢？啊，所以你要讲到第八意识的阿赖也是，所以业感缘起正业恶报啊，了外境不是真实。那么从阿赖也缘起，更了解心跟物，刚刚有讲的心跟物，所以佛教讲的唯心的思想，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心跟物来自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不可以坏缘起。缘起也是业感所显露出来的，所以
无论是仙，无论是物，它呢都来自于第八意识。啊，所有的生活，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阿赖耶识都不离识，所以叫万法为心识所造所变所分别啊。所以，那么阿赖耶识还是妄，接下去就叫做真如缘起，因为阿赖耶识空无自性，不可依靠，又发展叫做真如缘起。这真如缘起了之，心跟物不是一，也不异，到最后。重重无尽的世界，就像佛正道的海印三昧啊，一真法界性起，叫做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简单讲，唯是一真，绝对的真，绝对的真。从凡夫的业感缘起，发展到如来圣人的境界，法界缘起。通通不离缘起，通通不离缘起。到法界缘起，谁还分什么心呢？物啊，等同一真嘛。啊，还有什么一二三四五啊？对不对啊？那么缘起论是业力的众生，它是待缘的，等待因缘的。因为什么呢？它业力是把生命切割的，业力妄想会切割一切的真如。妄想就是切割我们的灵性，所以它不完整的。凡夫讲业力，就是他的灵性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黑暗的。哎，有一个人呢、啊，一对男女朋友在讲话，说要啊，男朋友跟他跟女孩子讲说，我还没有碰到你啊，我的生命是黑白的哦。这个女孩子很高兴，那女孩子就问她，那你碰到我呢？生命全黑了。她以为是我碰到你啊，我的生命是彩色的。她说我碰到你，生命全黑了。啊，所以缘起论就是业力众生所感受到的世界，所以众生他的思想是零零落落的，他是非常不完整的。他什么时候会冒出贪嗔痴，自己也不知道啊！但是不也是不离缘起，因为不了解缘起无自性的道理啊。等到正道佛就不一样了，性起是不带缘的啊，它是绝对的，绝对中的绝对，不需要带缘。从绝对中的绝对看出去，没有一法不是绝对，没有一法不是真心呐、啊，对不对？还有什么现象界呢？哎，还有什么本体界的，还有什么心跟物的，还有什么见分跟相分，万法都是一真，就是绝对，绝对中的绝对。这个就是华严的思想。所以我们要了解修习佛道要做什么，一定要了解缘起法。正因为缘起法没有那么简单，太难了，所以我们必须用一点时间把凡夫一直演变到圣人的对缘起的啊体悟层次，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真如缘起，就是如来藏缘起，最后法界缘起。那、啊、所以在这诸位啊，广听老和尚那一句讲的啊，不要说别人是魔，你要说自己是魔。我只要你是业力显现有妄念，那个就是魔。你不要说别人着魔，你自己就着魔，业力断不了啊！不要说别人着魔，不要一直批评别人哦，那个人是魔，你也是魔。嗯，广钦老和尚说，你才是魔。要说自己是魔，不要说别人叫做魔。好，今天呢、啊，占用大家的时间，那是不得已的，我也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就可以做第二集啊，做第二集啊，不是每常常赶功课的不下喝康啊。哎，那么我们下次上课8月6号讲什么呢？由业感缘起
阿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要用什么呢？要用般若的空慧的思想贯穿。哦，所以下个礼拜哦就够精彩的啊，这个礼拜也很精彩，也很重要。那么因为啊要培育法师，所以法师们啊，哎，好好的听。虽然是说讲的这些大家都听得懂，但老参也会很受益，也会很受益哦。好，那么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星期天下午2点到5点啊，大家再继续集合。好，今天不回向了，下课。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